样不知道该找谁聊天。女人哭花了双眼，男人湿透了衣衫，两个人相拥却孤单，留下了什么遗憾在身边，在昨天。从一开始相互牵绊到争吵，用了多少天，从承诺出发一路提心吊胆，只因为不想走散。心跳弹，只因为不想走散。